그것도 있잖아. 그 아주 이인가 다 중심에 가져서 그 하이번이 싸움이 뜬. 아, 지금 하이번이야 하는 지금 지금 하는 지금 하이번 지금 하이번. 내가 나로 가게 소중이나. 就那那过去，那那泡起来可以了。不合适了，去。那还给那个也给过，就你这个都能干。可以的。好。就那以后，反正以后你们这结束的。结束就看咱那该多少，一个月多少？你要多少？啊。要多少？木多少？哎，多少？可以。多少？一些个月钱啊。 那不用。这里有个拍的，这个是放在这上面的啊，然后上面的，这里有个细节，这里就是说，如果我一个反，如果是这个设备朝上，你说那个这设备朝上，图案朝上，这里有个那个。嗯。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，这边可以。 应该是拍卖部分吧，剩下油的一部分吧。加油那些东西，加油。加油预热了是，应该再给你们解说一下。这个没有别的事，给他装着的，那个装好了，给他装着。你看见面了，还侧面了。 把关掉，关了以后再把这个阀门打开，就是把那个水打出来。这个不是，那个边上没搞清，就扔了那个边上。等微波炉。 拍起来嘛最好的，拍就是这个最好拿的什么调节，拿的这个长了以后，只在我们调的短的时候拍了以后，在我们那儿调了以后，再长的又拍一下。那你知道什么吃啊？这样效果。这个半径哪里的？这几？哎，现在调那个水量大小，小就水量。啊。这就是这样说啊。嗯。就说这个水要需要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上面这里松开这个螺母。 这个螺母是松开，松了要这个要活动，这个活动以后，这里已经松开了。需要大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这里还有个螺母，这个螺母我们就需要大的时候，我们就退。
往这个方向。我们这里有个指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大，这个是小。大的话，我们就往这边退。这样等于是大起来了。如果你调到需要多少个容量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螺母锁死。这个一定要锁死，不锁死的话，这个容易松动，会把那个螺母拉坏的。一定要锁紧。这是一个水泵的调节，在我们说的这个薄膜长度的调节，薄膜长度调节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调节器。调节器我们这里也有个指示，也有个大，有个小，也调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也是把螺螺母是一定要松开的，不松开你那个螺丝拧不动的，调节螺丝拧不动的，也是有这个指示，有大有小，需要长的话，你就往这个大的方向。哎呀，你退开让我这里。这个一个调节螺丝，你就往需要大的话，就往这边大的长大的走。嗯。行吧，是不是？最后让我在里面拍一下。嗯。调好了以后，还是这个螺母把它锁死。嗯，这边。这样就已经调好了，反正需要调的时候，你调到一定的需要的长度之后就。哎，这个你要不要说？这个薄膜的那个薄，对啊，我的是只有移动啊，有的跟缩一下就缩一下行了。这个一个模型在这里，在这里是吧？那模型这个模重叠的时候，重叠的时候啊，有个后面调节，知道不？是这个问题，当我们这个膜封在边上的时候，就是封在不中心的时候，有一边多一边小，它就封起来就不中心。就是我们这个，这是已经是标准的中心了。如果假设现在没有偏的，要封个偏的看一下，中心的时候就是封口在左右的位置，不中心的位置，我们就有个调节的方法。比如说这边多。它这边重力多，等于是这边磨多了，这边磨多了，我们从后面调节。现在是这边多了，这边多了，我们现在把它这边等于是这边多了，我们现在把它这边松掉，松到这边以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手轮退了以后呢，再把它这边锁死。锁死了以后，这边呢也要把它松掉，这边也把它传过去，等于就意思就是说这个膜整个把它移过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再把它锁死以后，你再封起来看有没有达到那个要求，没达到那个要求的话继续再调，就是这个就是把那个字母那个印字的应该再说一下，应该抛弃那个调节那个什么，需要今天就是说你要做的工作量的话，你先把这个技术层退掉，我们可以把它退整为零，先把它退成清零，清零的话就是往上，就等于清零了，你这样子你就可以工作了，就知道一天的工作有多少了。